净土之主办皆是大乘，主是阿弥陀佛，办是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，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啊，一直到十宝庄严土上上品，全是大乘啊，故借助于真定居啊，尤其是第二十愿讲的那么清楚，每一个往生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，阿惟越智是真定居啊，阿惟越智是大乘啊，凡夫能往生也是入这个地位阶位啊。至于视线是第三线，其体比如涅槃，当下即是法身，故于借习住于正定之具这个具下，紧接决定证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接这一句话了。啊，这一句话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：无上正等正觉，谁正的？妙觉菩萨正的。啊，妙觉是佛果。啊，这是究竟的果位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底下总结写得好：往生之人介入正定之具，决定成佛，即显弥陀大愿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些话总体来说，就是你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决定成佛。啊，成什么样的佛呢？跟阿弥陀佛完全同一个等级的佛。啊，绝不是在阿弥陀佛之下。啊，那阿弥陀佛这个级别可高了。释迦牟尼佛代表十方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称他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你成佛像阿弥陀佛一样，也就是佛中之王了。这个利益到哪里去找？只有无量寿经里头有，只有极乐世界有，句句是真实话了，没有妄语。佛门常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啊，闻到佛法不容易，闻到大乘，闻到大乘不容易，闻到无量寿经，这净宗法门。你要真正遇到这个法门，你一生得度了，不是普通得度，圆满的得度了。啊，你成佛了，就像二舍王子一样。啊，阿舍王子听到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，欢喜，发愿要成佛，要跟释迦，要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啊，我们希望呢，我们的同学听到之后，也要像阿舍王子一样。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，决定成佛，决定跟阿弥陀佛一样。